给我腰子撞飞了。杨叔，你摔倒了。既然对上眼了，就来一场台对决吧。你打算碰瓷是吧？不讲武德啊，杨叔。以太战线又输了，让我这个以太大师来帮你培训吧。谢谢你。你怎么谁呀？星鱼为什么会飞啊？我咋知道？因为他们必须飞上天际呢。杂鱼杂鱼，你不会这就不行了吧？哼，我还有绝招没出呢，干碎它，来回折。上吧，自己要先被榨干了吧。哼，既然如此，我也要祭出我的王牌了，可以禁锢对手拥有虚数之力的。好、哦，要用惊人吗？见识一下星辰粉碎的样子吧。杨叔，为什么是杨叔啊？这都不是以太灵了喂！刚上场就急了，力量似乎渐渐回来了。不多，但是有用。一个都仰卧起坐呢。生存还是毁灭，别无选择。老师通过了训练，战线大师。好，下一个目标是成为忘却之庭大师。啊，这不是我的配对吗？啊，你还有什么？